真是懒啊。哦，钱就这样扔下来是吧？钱就扔下来是吧？我操，够懒了，我操，反倒大了。你们寝室的人没一个人有，以后嫁不出去的，这满身。这太懒了吧，我操！快快滚快快，再拍了，是不是特别屌啊？人家藏在 QQ 上去的。是啊。共享一下是吧？讨厌外卖的人。那好，OK 了。